FBF-B-SK05A 主要由护胯两个、护小腿两件、护大腿两件、防爆背心一个、护裆一个、护臂两件、防爆手套一副组成。使用防爆服时，将防爆服背包平放于桌上，将背包上方两条织带依次拆开，然后将背包的边缘拉链拉开，把背包带盖掀开，再把防爆服拿出来。 把防爆服平放，先把前胸后背两侧松紧带解开，再将两侧连接部位毛刺带拆开，前裆往外翻开，取出下肢部件，从下肢开始穿，首先打开按钮锁扣解锁，再将腰带解开，注意腰带插扣朝前方系好腰带，从上往下依次扣好大腿、膝盖、小腿前后脚背等带子，接着把上身部位套入脖子。 带裤裆部位为前胸，再将左右手穿入护臂部件，调好护上臂、护小臂等松紧搭扣带，可通过尼龙搭扣进行调节，以达到最佳舒适度。再将后背两侧往前胸粘住搭扣，同时将两侧松紧带通过前胸两侧环形扣拉出，穿过织带口粘住。 再将裤裆插扣和臀后部连接好，再将手套穿好。以上等部位可根据人体各部位尺寸大小进行调节。调节完毕后，务必将扣带按紧。首先脱下手套。 将裤裆插扣和臀后部连接处解开，再将防爆服两侧搭扣带解开，然后依次解开护上臂、护小臂等松紧搭扣带，再将手臂从护臂中取出，接着解开腰围，然后取下上肢部件，依次解开后脚背、小腿前、膝盖、大腿等带子，随后将腰带解开。 然后脱下下肢部件，再把下肢部件依次整理好，放在上身部件的中间，护小臂放入上身部件中，前裆往内翻，再两侧扣带、松紧带依次组装完成，将防爆服放入背包中，盖上背包盖，拉起一周拉链，再将背包上方两条织带依次扣好。